漫步》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，主持啤李林康正，同你分析时事，狂追猛打。好啦，咁啊嚟到啦，我係多咗一位即係女嘉賓，就咁啊喺中間啦，叫做 Venus 啦，咁啊然後即係最即係我嘅最右手邊仍有啊，即係音樂人啦，咁啊卓峰啦嚇，咁啊即係 Venus， 咁啊你今日嚟咁啊，我哋要講即係兩個幾可能大家會一個會多啲聽嘅話題，講即係香港嘅夜場，咁啊陣間先問你做咩嘅，嗯，咁啊第二樣咁啊就原來有一隻叫做性病檢查棒，唔知大家有冇用過同埋即係聽過，咁啊通常啲人啊。打一字咧，一字係咩意思咧？咁我哋會對我哋呢個字，咁通常即係會問誒，即係咩叫即係，即係啲人叫 Itabo 或者河馬音 Itabo 啊，佢等等咁啊，通常一就代表佢靚女啊，咁啊，多謝多謝多謝，即係唔問人就已經打啦，咁啊仔呢啲人就唔會打嘅，佢緊保現實嘅嚇。咁啊嗱，先問下阿 Venus 啊，咁你係即係廣夜場，你係做啲咩咧？我係會所經理，私人會所經理，通常都係。同酒吧冇乜分別嘅啫，咁樣咯，係你哋應該聽過。咁啊，會所係通常啲人即係會有啲會所話，係咪即係要會員先入得啊？入邊係做啲咩？有啲係咯，有啲係咁，有啲唔係嘅。嗯。咁其實係當好似琴日你哋講嘅話題咁樣，係比較高級少少嘅，難聽啲講係夜總會咁樣嘅形式咯。但係斯文啲講下高端酒吧咯，咁樣咯。嗯，咁啊，其實香港多唔多呢啲會所？都多㗎。但啲價格好似都唔係咁，即係都幾蝦人去喎。封建遊人咯，你可能你喺唔同嘅地區去嗰啲價錢會唔同啲咁樣。咁啊，都講啦，即係你做即係做下會所嘅經理啦。咁啊，會所係咪除咗去飲酒啊佢之外，即係唱下 K 啊，佢做啲咩？仲有其實我。仲有另外一啲形式嘅，咁我嗰啲形式係有私房菜，即係可以食埋飯咁樣嘅咯。嗯，好啦，咁啊，今日揾得你同埋卓峰啊，卓峰就 DJ 啦，咁啊，或者咁啊，你就即係做會所啦。喂，其實香港咁啊，話要即係去玩嘅夜場，以你哋認知啦，係有邊啲嘅個類別？嗯，有咩類別啊？好，首先就係主流嗰啲嘅夜總會啦，即係 club 啦，咁嗰啲通常就係聽音樂、飲酒，就係咁簡單啦。然後會所，會所咯，係啊，仲有 disco 咯。嗯，啊 disco 依家嗱，我覺得以前個年代多嘅，譬如咩三四八啊，係 ，cyber 啊，咩嘢因麗人望好多。去到今時今日，譬如 disco 係咪淨係得蘭桂坊佢先有，定係點？哦，而家嗰啲 disco 仲喺尖沙咀，都尖沙咀，尖沙咀都有。但係比較大年紀啲啦，咁樣。大年紀啲唔係大年紀啲嘅，有後生仔。大年紀啲即係邊啲啊？即係可白嗰啲，有啲差唔多去到嗰。唔係啦，即係嗰啲仲咁日走去跳。係啊。OK， 咁啊，後生嗰啲即係個場通常係佢幾大度？要點樣形容咧？即係裝到幾多人？百零個都得嘅，我諗係咯。咁啊，即係講咁啊，其實你覺得譬如蘭桂坊啊，先問阿卓峰啊。咁啊，頭先你講即係啲人啊，或者好多種類，可能近呢幾年通翻關之後都有啲分別啦。但係你覺得個熱鬧程度係點？熱鬧程度，其實差好遠嘅，因為大家。不是同一種人，他們玩得就沒有那麼一埋爛了，就分開一點咯。人數方面有沒有受不上的影響？一定有，那就可能60% 左右咯，都挺誇張。60% 沒有，會所呢反而Venus，會所個個都想齊想齊咯，真的是啊，跟疫情那時候已經是不給開嘛，很多會所其實都閉了笠的。跟住開翻又開關啦，跟住個個飛曬出國，其實真係少咗好多人去咯。哇！即係咁啊，會唔會即係會所都會唔會有啲執笠啊？都唔會執笠嘅，係少人去咯。即係生意都咁，啲人問喂 ，disco 係咪喺尖東啊啲，即係樓上嘅 disco 定點？有樓上嘅，有樓下嘅，咁樣咯。都多後生仔去嘅，而家即係都仲有啲後生仔嘅。係，但係梗係唔夠蘭桂坊多啦。嗯。咁香港都幾悲，即係呢一兩年可能即係始終
上面又便宜啲啦，可能有人覺得去即過咗關個心情又唔同啲啦。咁啊係嗰啲遊客啊等等都真係都爭好遠，係同以前嗰個光景。不過咁咁啊，即都要有時都要靠自己咁啊。如果咁啊，試下其他方面去揾食啦。咁啊 ，Venus 咁啊，你尋日同我講有一樣嘢，我都第一次聽。咁啊，就係即係譬如你話疫情時候咁啊，會做檢測你陰性佢陽性，咁啊你有冇有冇新人係咪？有冇 BB 又會即係會做檢測？係性病檢測啊！嗱，我真係佢未聽過，因為大家會做性病好即係咁啊，即係忌諱自己，可能覺得自己有機會攋嘢，但係都唔會講啦，唔會真係睇醫生啦，會成日走去驗啊嘛，即係想驗身啊，會驗下自己有冇即係腳艾滋嘅啫。性病檢測棒，我睇睇張圖先啦。喂，其實係咩嚟嘅咧？呢個其實係我之前咧有次我同啲朋友出去船 P 啦，咁有次傾偈，佢哋就同我講，因為佢哋係做讀醫嘅，嗯，咁之後佢就同我講話，喂，我想搞啲新嘢，跟住我話要搞啲咩啊？咁樣講嚟聽下，我幫你揾投資者咁樣。跟住佢話唔使啊，我已經度掂咗噶啦咁樣。跟住之後佢就同我講，佢話佢想做一隻性病檢測，佢問我覺得有冇得做。跟住我話：哇，實得啦，咁偉大嘅呢啲咁嘅發明咁樣。跟住之後咧，後屘出嚟佢同我傾，咁即係我同個 marketing 一路傾啦。咁本身呢個係一個五合一，本身佢哋係單項檢測棒嚟嘅。跟住我就喺度話喂。你咁樣唔掂喎，冇理由人哋係即係分開，可能你上面圖見到嗰五隻病啦，佢係分開一盒盒每係啊就有排買，咁我就話邊個會知道你唔會上網 search 你自己會中咗啲乜嘢，跟住逐盒根據自己可能會中啲乜嘢，跟住逐盒買噶嘛，係咪啊？咁樣跟住我就話不如你整個五合一啦，橫掂都係啦。話唔定賺得仲多添咁樣，跟住佢聽我講，聽我 idea 咁樣，跟住之後就真係整咗出嚟。咁啊，真係好多人買喎，個個淨係買佢喎，而家咁樣咯。即係其實本身有冇呢啲棒㗎？我自己就未聽過，佢係即係第一個定係？佢其實唔係第一個，我印象中佢好似唔係第一個，因為我有 search 過，其實有其他嘅，不過其他就要驗血，即係你要篤手指，嗯，同埋佢嗰個好似係驗呢、這個。艾滋病是但是這個就不同了，這個 用可能口水啊即是尿啊這樣都可以驗到咯，嗯，是啊，那即是因為性病即是艾滋病，但是雖然有金石金融了，但性病因為很多苦嘛，中性病都大外線，又不知道要浸浸這藥水啊，不知道要搞多久嘛，嗯，那這隻檢測棒是怎樣驗的呢？好似你之前用嗰個快速測試咧，即係你要你之前中新冠肺炎嘅時候，咪要撩鼻嘅，呢、嗯、個好似驗孕棒咁樣咯，用尿咯，都係照採樣，即係照驗咁樣咯，好快嘅啫、嗯，其實。嗱，性病係有邊啲成啲人咩三芒果啊，巨爺再開就你陰道直蟲啊咁啊，其實係啲乜東東嚟嘅其哇！這個我唔知點講俾你聽好。幽門螺蟲，幽門螺蟲都係一種性病嚟嘅，但係佢係可以醫嘅，係抗息素兩個禮拜抗生素就醫得好嘅。咁其實都係啲唔乾淨啊，好平常嗰啲普通都市病嚟嘅啫。其實都係。咁咪即係譬如呢條棒有啲咩好處咧？即係一驗咗之後，通常你就如果真係陽性嘅就睇醫生。我諗係咯，可以避免咗你去呢個公共衞生科嗰啲。很尷尬的嗌名問題，可以自己驗完，可以知道自己攋嘢，可以去私人醫生即刻睇咯，就唔使再嘥錢做埋曬啲咩性病檢查，可能幾千蚊咁樣咯。因為我見你下面寫咩尿液啊、唾液啊、體液啊，即係係咪是但驗一隻就得㗎？係啦，咁但係最準確嘅係尿液咯。O、okay, K， 即係反而係，哦咁啊，咁啊有咩？如果係我又唔尿嘅，我又唔會，即係我要做足安全措施嘅，咁我有啲又使唔使驗？咁好睇你自己個人嘅，咁上面都有寫啦。你婚前健康檢查係咪先？有冇啲係即係性行為以外係好中招咧？其實係出第二張相。醫院睇去到呢、這個
嗱，即係我睇又話咩，就算咩毛巾啊、床單啊，咁執咁，咦，唔係好大鑊。愛平時去出去佢旅行係咪啊？係啊係啊係啊，所以有好多人而家去旅行，可能都會用一次性嗰啲第三褲啊，或者毛巾，即係可能佢唔想帶嘢去，咁都唔會咁樣。喂，暫時呢樣嘢多唔多人去接受啊？即係多唔多人買？都可能啲男人咧，唔好意思同啲女人講咧。嗯。就可能不會跟我講，但是係多人買的，係咯。真係多咧。都 OK 㗎。喺邊度可以買？喺邊度啊？上網啦，同埋 HKTV Mall 都可以買到。嗯，即係個銷量都 OK 嘅。係啊，都 OK。因為本身你問我，你唔講，我之前都唔知嚇，原來可以有性病檢測辦，即係咁啊，佢咁好係嘛？即係我 operator 講話，誒好啊，以後我哋即係安心啲，對方便啲，即係你知有時出去玩完之後咁啊。即係話有驗染乜都，你會騰騰震噶嘛？係啊。咁有時你唔中意做安全佢做先，咦咁啊？或者咩？依家可能出去住嗰啲酒店，咁都，但係啲價錢佢點咧？啲價錢係單項檢測嘅話係200-200零蚊啦，唔記得錢我唔講啦。費事一陣你買咗平嘅就鬧我啦。係。咁另外如果係五合一嘅話，大概係400零，零售價大概係400-500-600蚊咁樣都有。即係個，即係好睇你喺邊度買咧。準確度都算唔算 OK？OK 嘅。我如果譬如我女人咁啊，我唔信唔過我對老公，我偷偷地落去啲潛水演。咁你要接得住喎、啊，你要接得住喎、啊啊，你偷我啲口水我仲理解到，但你偷我啲尿咁啊，真係你要接得住，你接得住咧，可能驗到嘅，我冇問題嘅。即係咁啊！你依家啫咁啊，都即係當日你係諗咗啲 idea 佢搞掂啊！嗯，即係你話五合一啊，係啊係啊，咁佢聽我意見啊嘛，佢肯聽啊嘛，最緊要。但係易唔易做到咧？誒，你當時有冇話過？其實都唔容易，但係嗰陣時係就咁傾咯，單程傾傾完之後，佢又真係隔幾個月話 OK 喎，冇問題喎、嗯。因為其實本身好似整三合一嘅，咁我話五合一好似好啲咁樣咯。嗯，係啦。咁啊，即係咁啊，最後啦，咁啊都問下阿 Venus 啊，同埋即係你話你都做下佢會所啊，你有冇睇過呢幾年咁啊？即係嗰啲客人啊，會唔會成為咁啊？好多都係過嚟會抽下水啊，亦都會唔會嗰啲禮貌嘅程度啊？我諗以前10年前嘅話，可能係真係。而家叫做越嚟越斯文咯，越嚟斯文，哦，系啦，對比翻10年前嘅話就，我覺得反而係，咁啊都係，其實香港啲後生仔好斯文，係。咁啊，阿卓峰咧，咁啊以你譬如你去夜場啦，你接觸啊，除咗人玩之外，特別是嗰啲人嗰啲，即係有冇話譬如大陸啲就粗犷啲，香港啲斯文啲啊，外國嗰啲又，啲反而落得嚟嘅大陸人，係都唔會我哋想象中咁粗魯。他們反而有尊重那些，反而香港那些不是了，香港就自恃自己陀地，是威是勢，哦，我在這裡啊，之後就最多打交都是香港人。哦，即是今時今日還有這些他打我那些？是啊，很多的，很多，很搞笑，很多東西看。那還有，你可不可以說多一兩樣有什麼看？即是你說打交，通常這些很跟不上的事啊？通常咧，我認識有一個人啦，咁咧佢會每晚揾一個人隻抽嘅。如果咁，佢個目的就係咁咯，飲醉咗之後就揾一個人隻抽。但點解要飲醉先咧？即係壯膽。就係盡興咯。即係佢訓練佢自己喎。即係佢就總之要做曬3級所有嘢。咁人哋係制唔制先？定唔係我求其抽？佢就係會聊啊，係冇錯，就係佢飲醉，咁即係代表大家都飲醉啦，即係去到差不多嗰啲時間咧，咁然後佢咧就即刻挑人哋啦，咁人哋又肯嘅咧，咁嗰下就拳賽就可以開始。跟住啲人就喺側邊睇嘅，即係唔好，冷靜啲咁咯。但係嗰啲保安唔嚟嘅。保安見到先嚟咯。OK， 咁啊，有咁啊，仲有你哋話打交通常咁啊，都係不外乎爭女啊，定係就定唔好你撞到我啊？你啤咩啊？啤你做咩？我同呢條女跳緊，你行埋嚟。爭女就好似少喎，因為
我唔知道係咪打交嗰啲都睇得開啲，反而咧佢哋真係你撞到佢咯，或者你淋唔少都淋咗佢，或者總之有啲碰撞，通常都係。通常都係啫，其實都係啲好小事。係啊，即係打完你都唔知點解咁都會打咯。而家塊面佢腫曬，係嘛？咁反而會所就應該冇乜佢呢啲嘢啦。冇好，應該未試過有啲咁嘅情況發生咯。起碼我。做咁耐，我都未見過呢啲情況發生。但如果去到即係嗱會所咁啊，譬如即係去到依家你做到經理啦，會唔會話咁啊？去到某個佢年紀都好難做落去咯。咁啊，啲人通常就算經理都可能要後生啲啊，嗰啲你辦唔辦？我諗應該唔會嘅，因為好多前輩啦，我呢行好多前輩啦，但仲而家都仲做緊，就四十幾歲咁樣。我係因為本身係由 part time 翻起嘅，咁我做咗好多年。咁所以我人哋後屘俾機會我，咁我轉咗職做經理咁樣咯。咁今日都好多謝卓峰同埋阿 Venus 啦，咁即係過嚟咁等我哋即係認識下咁即係唔同嘅嘅地方啦，咁佢玩法啦嚇。咁有機會咁即係咁卓峰，大家可以上你嘅 IG 啊嘛。係，冇錯。係你 IG 係？我 IG 係 FUNG 峰 MADEIT Maggie Thank you。再講一次，好FUNGMADEIT 係，唔該曬。風 make it 係，風 make it 係，風 make it 啊，咁啊，即係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，咁啊，即係留意下唔同音樂人啦，即係好似尋日都講喺香港咁啊，要做音樂好難。即係呢條路從來都唔容易，無論係咩年代啊，佢都好咁啊，有網友好啦，都即刻打咗佢出嚟啦。咁啊，阿窩窩咪你今晚聽翻佢重温啦，咁啊中意咁啊，最後都問下咁啊，大家覺得啊，我哋位嘉賓你陣間前唔好睇嗰啲留言。咁啊，我哋 Venus 啊，係一定係二？咁啊，一二相信大家知咩事啦。咁啊，二係乜嘢啊？二就係、是、二係叫做又唔好話撈飯媽都唔食，二可能唔啱佢口味啊！哦、okay. ，一就係啱口味，咁啊二就係、是、咁啊啲人問你有冇 IG 喎？你 IG 都通常唔俾噶嘛？係。頭先我係 private。係啊，咁啊睇下咁啊慢慢啦，一啊咁啊定係二啊？多謝。好咁啊，好多謝阿卓峰同埋好多謝 Venus， 咁下次有機會都可以繼續佢上嚟啊！唔該曬。拜拜。